今天是2012年2月29日星期一，今天是连续假日的第三天。记者本来在阳明医院去复诊，但是没有开，但是在现场有看到一个黄少成绘画个展，从2015年12月22日到2016年2月29日，用爱欢呼彩绘生命。王少成16岁的青春少年，家中排行老二，念书时对于美术课没兴趣，画画作业总是请姐姐代劳。101年开始接触艺术治疗时，由最初级的铅笔素绘开始，素描开始，再到色铅笔以及近来学习的麦克笔作画方式。对于少成目前的手部运作能力而言，色铅笔是最顺手，也最能表现出层次丰富色彩的媒介。水彩画则是未来最梦想挑战的，因为少成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放假后能自在地彩绘自己的房间。回想学画这3年的成果，少成觉得自己没有天赋，完全是靠着自己持之以恒努力而得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医护团队各阶层所遇到的老师、家人、姐姐、同学以及志工哥哥的支持和陪伴，也都在这次的画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王少成在阳明医院住了3年，必须靠呼吸器在旁边接受呼吸器的治疗，全身四肢也是瘫痪的。让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画画的作品。首先看看这个画是夜景，隔壁那幅画是叫古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王少成画的漫画啊，鲁夫与罗。这一幅画画的是恶魔的谜语啊。这幅画是画的是魔导少年。这幅画画的是泽藤纲吉。那我们再看看左边的画哦，这一幅画他画的是蓝宝坚尼。这一幅画是蓝宝坚尼。那我们再看看左边的画，有画的是一只老虎，虎虎生风，画的是虎虎生风老虎。再画一只是老鹰自由。再画一个猫咪是母鱼子。再画一个是海底世界。我们再看看我们在左边的画，这边的画，这幅画画的是引狼。往上面看是星空下的北极熊。这些的画展，王少成绘画个展都在阳明医院士林区的天母阳明医院的一楼走廊这边有了，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跑到这边来欣赏他画画的作品。这个是王少成绘画个展，环球邮报记者燕国龙在阳明医院一楼的报道。